JGD 529洛杉奈模试验仪符合 ASTMD 968 JG 杠 T 133杠2000以及 GB 杠 T 23988杠2009耐磨性测定中洛杉法的规定，用来测试在标准条件下有机涂层的耐磨性。在导管附近设置一个控制砂流动的开关，导管下部有一个与垂直位置呈45度角的放置饰板的砂箱，砂箱两边有夹具用来夹紧饰板。仪器下部有高低调节螺母，用来调节管子到涂漆表面的距离。仪器底部有调整螺钉，以便适当的调准砂流中心位置。本方法测试涂层的耐磨性的原理是将一定大小的砂粒通过导管从规定的高度落到已涂装的饰板上，直至饰板底材露出可线，圈取将漆膜破坏所需要的最小砂量，以磨耗单位磨厚的磨耗量来表示饰板上的涂层的耐磨性。